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早安，欢迎收听耶稣加油站。我们是万金圣母圣殿的教友。早晨是美好一天的开始，在一天的早晨为你祝福。现在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圣咏，雅各伯书第一章19-20节。耶稣说：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知道，每个人都该敏于听教，迟于发言，迟于动怒，因为人的愤怒并不完全天主的正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主耶稣借着雅各伯在提醒我们，当遇到任何事情前，先静下心，用耳朵倾听别人的需求，祈求主给我们智慧，管住我们的唇舌，不要轻易伤害他人。现在我们用圣歌《爱的真谛》来勉励各位教友，一起为这个社会发出美好的声音。感谢你的收听，耶稣加油站为你加油，主佑平安。